你想到下一步怎么做了？我们要反击，不可以让他们乱来。但他们火力很猛，我们一定要计划好。他们一天没拿到箱子，我们就还有筹码。这么重要的东西在我们手上，我要牵着他们来走。老爸，啊，还没睡啊？啊，我有些事想跟你商量一下。哎，坐。怎么，有什么事想跟我说？老爸，现在外面乱糟糟的，我想你批准我回欧记那儿帮忙。你就是想跟我说这件事啊？其实还有件事。我想按程序从师母还有雪莹去安全屋那里，我觉得这样会妥当点。儿子，什么叫妥当啊？黑社会都有卧底了，你怎么知道警局里没内鬼啊？老爸，如果真是恐怖袭击的话，他们留在我们家里不是更危险？总之现在一天没找到宇航呢，他们两母女在哪儿都一样那么危险。现在可以做的呢，就是由你贴身保护他们两个，还有啊，千万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他们两个在这儿。另外呢，最近你盯紧点啊，那些恐怖分子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再找不回箱子就会炸了香港。宇航呢，随时会出现，因为他一定想带走这两母女。家俊，有件事呢，我很想你清清楚楚地告诉我，还有老老实实地回答我一个问题。如果你见到宇航，你会怎么做？我身为一个警察，无论他是谁，我都不会徇私，我都会抓他。就算他是我师父，我也是这句话。你记住你今天跟老爸所说的话，千万别忘了。我先上去了。还有啊，你明天回警局呢，拿回证件和那把枪。调查科已经通知我了，证明你跟宇航没关系，随时可以复职。谢谢老爸，我睡觉了。这世界很酷。